这个是你平常会用的吗？我也有用这个，可是它有缺点。什么缺点？可是我还是想买个绿的。还是想买？为什么？我们今天在益良品，我们今天来介绍我们平常会回购的商品。因为我们在益良住一阵子，而且我们平常也常常来益良品，真的我们用过之后觉得好用会回购的商品，我想说介绍给大家。台湾有没有我不确定，所以我们益良今天要介绍一样我们平常常常会回购的商品。那如果喜欢我们这类型的分享的话，也欢迎大家按下订阅关注通知，按下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支的影片更新哦。那我们是每天在见到里面都是去的，全部逛遍。谁要先介绍呢？什么？我啊。你又说他想要先介绍他常常回购的商品是哪一些，所以你的第一样最常回购的商品是什么？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年轮蛋糕吗？我喜欢吃这个，所以这是妞妞平常会回购的红茶口味，抹茶的也会喜欢吃啊，好吃，原味的那个巴尼娜口味的，这个是你平常会用的？我也有用这个，可是它有缺点。什么缺点？可是我还是想买个绿的。还是想买？为什么？要写在这种是纸，这种是会吸水的材质，吸水的材质上面，你这样写过去，然后一划它就会污点。哦，这个很好用，它是油性的，所以不会长。这个你也常常买？这个很赞哦。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了，因为很便宜很多，我现在还没用完五本，然后多少钱啊？399。啊，这199也是五本耶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个很赞，这是一种包装袋是不是？然后你就很方便，可是我们买的不是这个，就是会很整齐，包包的东西会很整齐。哦，这个红胶好用，常常回购的120一个。这个它是立可袋，你就是买一个这个壳之后就一直买新就好了。哦，它是这样比较环保哦。这一种有壳跟新的是200，然后补充用的是150。这个笔袋之前有介绍过了，你很爱用的笔袋，这个也是回购，因为你资料夹不够用的时候又会再增加。资料夹这种都可以，就是隔板的概念，你就可以看上面资料是什么。这种就是帮你放好里面，它里面是有膜的吗？就是它可以放考卷，就是这样子，是展开来放一个这样大的，然后可以收成这样子。一整包多少钱？这么多？一整包1100，所以它这个是里面的活页，对不对？就很赞，100个。顺便介绍一下，不想吃太多的人有消消法。哦，这个是香蕉的，或是想要四味道的。对，四味道可以买小一点的。妞妞来到最常回购的食物区啊，这是你常会回购喝的东西。我的回购品买好了，下回妞妈去排它的物件。好。第一个回购品，妞妞也会用，299，然后超大包。它有两种，它有一种是有漂白的，然后一种没漂白。我们都是买没有漂白的这一种，一样的价钱，然后感觉这个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是都买这个。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回购，然后第二个回购2290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擦的化妆水，用这个一套沾这个。它这个还有一个很棒的口，一定要买那个口，这个超推的。这个袋子把它换成这个之后，化妆棉在上面这样子压，超级方便。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刚好有 sample， 就这样子压，然后你看就可以直接擦了，超级棒的，有没有很方便？嗯，还有这个是我的回购品，发酵导入美容液，你看 SNS 大人气，这个真的蛮好用的，我觉得用完之后就是皮肤很保湿，我觉得这个我常常回购。那还有卸妆油，我们找不到妆油，还有，所以之后回家我可以给大家试用。好，第四样回购品，最回购的就是垃圾袋45。对，为什么这个好用你知道吗？它是连在一起，就是你就是直接这卷丢下去，然后这个丢在垃圾桶里面，我们就这样抽。这个回家示范给大家看好不好？这边有点难解释，那一个是才99块，所以这个一定会回购的啊，这个超级常回购的好不好？我们已经买到了我们一人五样的回购品，我们回家再开箱。OK， 我们已经回来咯，这是我的五样回购品。我第一样是拿这个，我已经路上吃了一个红茶味的，你觉得好吃所以常常回购。嗯，哦，这个是季节限定的呢，它有很多种口味，然后有比较短的，我觉得这很适合当早餐。这个一个180。再来这个还没喝完，它是果冻的饮料，然后它里面有那个果粒荔枝，它是一个190，它里面会有那种像椰果的，所以这个好喝吗？好喝。然后再来橡皮擦，然后还有这个口红胶，这橡皮擦好擦吗？嗯，口红胶120，橡皮擦70，然后这个笔120，这
这个2290，这个就是擦那个化妆水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拿来擦脸，就是做二次清洁，所以这个就是便宜又大碗。这是我们的那个卸妆油，这个卸妆油1190，也是便宜又大碗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洗脸的时候会卸妆。卸妆其实就是没有化妆也要用，也要用比较好，可以清洁毛孔里的垃圾，就是油污啊那些的。然后这个发酵导入美容液，一个1990。我觉得很不错，而且这一瓶可以用3个月，它是天然的100%成分的。SK2 有那个米的那个什么青春露那种化妆水，它这个是类似那种成分，它发酵的，所以是不错的成分。哦，它其实很神奇耶，它是要你在化妆水之前使用耶。我都是化妆水后，但是我已经用很久了，还是觉得好用，保湿，然后它可以渗透到角质层。这个才50ml，但是这一条我可以用3个月，超级划算。打开它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它是一个像这样子的按压式的瓶子，你看它非常稀，不是那么的浓啊，然后很好推开，保湿度蛮不错的，这样子。然后用完很清爽，完全不会黏腻，所以我很喜欢用，很不错。这样子，再来是非常的大包的化妆棉299，它有88个，一片是3.4 mL。再来就是我们垃圾袋一条99，对，很便宜。然后这种卷筒非常方便，开给大家看，这真的是我们超级回购品。我们垃圾桶像这样子拉出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垃圾如果要拿去丢了，你就这样子。我这个就直接这样，你看下面它是连着的，然后我那一卷筒你看已经用完了哦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把它这边拨开来，垃圾袋就可以直接打开来直接泡，然后你剩下来的卷筒还是一样留在垃圾桶的底下，一个步骤就完成了，方便。这就是今天介绍的全部，都是我们平常最常回购的一些商品的实选，觉得真正好用的商品。大家如果想看其他无印商品介绍的话，在下面留言无印加一。对，如果很多人都想要继续看我们介绍无印的商品的话，我们下次就会再拍别的系列。其实无印最近也出了蛮多新品可以介绍。这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大家记得订阅跟收通知。对，按下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支影片更新。那我们是每天晚上七点到影片周一直播，周四秀。对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，就拜拜拜拜。这个，但是它比较小，它是 B5 的，没有看到 A4 卖完。看太热销 A4 550，30个洞的，真的很热销，大家都会回购这个。妞妞也想回购，就买了。